の谷間の暗闇に Spider-Man キラリと光る光の目 Spider-Man 安らぎ捨てて全てを捨てて悪を追って空かける基本上今天如果讲不对的东西，或者说你们觉得有意见的话，请多多指教，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所谓的特色跟科幻片的人。那这个呢，这个 Popo 大家知道 Popo 他是美国专家、喜欢美国的这个漫画专家。我呢是什么都懂一点，所以呢，希望今天、大家会喜欢我说这样的东西。我今天这边有口罩嘛，但是呢，OK 啊，好，那我国语很烂，所以呢，我不会中打。所以我就通通打英文，所以今天顺便考考你们英文的程度，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今天讲说啊，今天就这样子哦。你们在听八堂课，最后一堂课找我这种最烂的来讲，实在是有一点秒掉，但是没关系，我也尽量哈、哦。那日本的 superhero 啊，就 superhero time， 好，好像照片没错，superhero 不是 Hello Kitty， 但是没关系，他是真正现在小朋友所认识。啊，那还有翅膀，有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其实坐在这个教室，我们大家知道的 superhero 呢，是这一些人。哦，哇，日本的 superhero， 哇，这么多种，从假面骑士哈，然后到一直到这个超级战队，反正我能找到也能这样子，因为我只会用英文查，我会打中打，所以呢，我用英文找了，可以找到这些。你看看美国人也有认知哦，啊，这边懂英文人也有认知哦，好，所以是我们所知道的假面骑士跟。超级战队，好，接下来这个我们大家知道的 Super Sentai Series 就是超级战队啊，我的最爱。好，所以我还是要做这个大家知道的 logo， 每次一早上一出来就给你要转一圈，然后就什么练脚就开始出来了，开始唱歌啊。我们今天开始来唱卡拉 OK， 来从第一条开始唱，谁会唱过练脚？来来来，赶快唱，来，好哦，这个你看马上就好。是什么时候呢？1975年，可能在房间里面，除了我跟南宫大师还有帮妈妈生下来以外，还有吧，还有这个学良哥，其他你们都可能还在妈妈的怀抱里，或者是还没有投胎，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喜欢超级战队，我们知道有所谓的五个人的组合，红色、粉红色的一定是一个妹，一定有一个死胖子，然后蓝色的乱七八糟，每天在打架，不爽的兄弟们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谓知道的。战队五个人啊，当然后来也是越来越多了哈，因为为了要那个生意考量啊，来，所以呢，37年，哇，还是越来越强了。你看看我们最喜欢的魔怪侠，是我这几年来我觉得最棒的，因为呢，把我所有从小时候到现在喜欢的全部都摆进来了，而且设计好看，故事好玩又好笑。这个队长呢，其实看起来一点好像是大变脸一样，但是其实很帅的。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好，所以摩托车的 logo 又出来了。好，40年不对啊，还要再加2年。这个是去年的，2年前的，1971年。如果助学的话，减一下，不是40年啊，已经是42年了，就代表我也是42岁了。当然我们这边有长辈啊，南宫比我长，谢谢。好，那我呢能找到就是说，当然。我非常喜欢这海报，因为是很多的所有的 logo 都在。那当然这个没有到最新的啦，因为我就是要找一些代表性的。那因为我们大家坐在下面的几乎都知道所谓的假面骑士，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拍下来了，就摆这方面啦。好，真的我特别黑白。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假面骑士啦，一直到现在的，当然你知道，当然下面我们现在有这个水果芭乐。这些东西在后面，那水果芭乐就没有摆进来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呢，我觉得假面骑士呢，我个人
当然小时候看的是这一些，但是呢，我真的是很喜欢所谓的平成假面。为什么呢？因为它大部分大致上的故事呢，都是写给所谓成年人大人在看的。好，那因为这个时候那个东映呢，他最前面开始用酷稿呢，是等于是他当时因为他们有考量到，因为当时上次大家有没有看假面骑士的那一段演说？他有一个 black 假面骑士 black 的广告，那广告的时候呢，他居然变身的是我们大人在问这个频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假面骑士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已经不只是只有小朋友而已。所以他从平成假面第一个酷稿呢，他就做了非常给比较我们的年纪人看。这是 Metallic Hero， 这个系列我也非常喜欢。那这个系列呢，我们大家所认知的就是我当时喜欢的，这个我的年代，这些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作品。那有很多像这种什么吉盖里啊，这些就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其实这个还蛮不错的啊，它是讲世界忍者。那大家最知道的就是短啊，还有一只在这边等这个三个警察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加斯比隆跟斯比鲁榜这些啦 ，Blue Swan 算是比较冷门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看的机会呢，大家都可以去。我不推广盗版，但是呢，光华呢，你现在都可以找到这些盗版的录影带啊，在美国呢，在日本呢，还反而不好买到。你去蛮大的可以买到，可能有时候还要上1000块美金的，3-4万块台币整套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有些还真的是蛮有趣的，回顾一下以前真正有拍特色的方法。如果你们没有来听超人力霸王的呢，简单让你们看一下所谓的超人力霸王的长相，这个是全世界最丑的最丑超人力霸王，也是最烂的超人力霸王，请大家不要去看，看了保证你会非常恨这个系列的，就不要看这个啊，连主角人演的都不是正常的，都是什么？都是日本当时的所谓台湾讲好像叫逼他演笑话的那种。的人在里面，对，不要看。那其他的呢，有些还不错，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去尽量的观赏。那因为超人霸王历史也太久了，这一讲我刚才讲的整个系列啊，每个如果要细讲的话，讲3个小时都讲不完。所以呢，我今天因为是一个总结，所以我说的东西都简单的带过去一下，找个答案。所以呢，美国的英雄第一要什么？乖乖要有肌肉 ，OK。每一个男的英雄都要有超过6块以上的肌肉 ，OK。6块不够，要8块到9块、10块才可以啊。所以美国英雄啊，都要长得像这样子 ，Captain America。哎，再来，美国英雄应该什么？懂来啊！美国的女英雄每一个都有什么呢？咪都要有巨型的7罩杯以上的胸部。还能叫做美国英雄？你没有看过一个美国英雄没有咪咪的吗？请举手，弟弟不行哦，弟弟可能没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美国英雄没有咪咪的女生的？绝对很少。讲得出来的话，可能就比较少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就不大众化。所以呢，这个在美国人的小朋友呢，这是共同幻想。台湾的小朋友呢，亚洲的小朋友有 cosplay 可以看，甚至有些会偷偷去看 AV。美国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可以享受了。就是他们的英雄，从小灌输他们这样子的思想。那接下来要什么？他们叫 kids and ass， OK， kids and ass。美国的英雄，第二个女生一定需要的有了，不管什么，一定要有屁股。男生也有，但每个都是屁股夹得紧紧的。我们也不要再讲为什么夹得紧紧的，但是呢，女生一定都是要，这个就是美国英雄的象征，肌肉、胸部跟屁股，还有紧身服。然后穿越少的呢，心肠都越大家越喜欢。那如果穿多的呢，也尽量把它穿紧一点，让它有穿跟没穿一样，对不对？这个美国英雄啊，大家都美国英雄漫画了，对不对？越穿越少，对不对？好不好？不要这样，你自己过正 ，OK。讲还是他了，所以我只是来补助的。那他是属于用聊天式的方式，所以我会比较严肃一点。那就是说，日本英雄和美国英雄他们的差别就在于欧美跟日本的审美观不同。因为在你们有看美国的电影之中，你就知道说他们都是运动员和那个啦啦队的那个女生才是美女，才是帅哥。所以
而且他们的，你有看到他们的球衣都是也是紧身的，就是凸显他们那个身材。所以在美国人认为，他们就是说，运动员和那个拉队那种前凸后翘身材才是一个美的主观。所以有的还记得之前网络上不是有一个说，台湾女生很好那个的那个文章吗？他就说台湾女生都喜欢那种娘炮的，因为在他们认为中，日本的帅是属于像小贾斯汀那种的。你懂吗？就是那种，对，就是那种的。然后那，Ron他刚才有提到一些商业的问题。那商业问题就是说，因为 DC 他们最近就是真的是比较弱，我真的是不太喜欢他们的。有知道的就知道他们最近重开机了嘛，整个宇宙历史重开机。那他这个是属于华纳高层亲自干涉的，因为他们想要改编电影，改编方便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哦，超人红内裤都没有。就是比较装甲化，因为有点明显，就是有点在学钢铁人那样装甲的风潮那些的。那再来就是说，他刚才提到那个正义联盟那三巨头嘛，那三巨头那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他们三个人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三个很好的朋友，那三个的理念冲突。那 DC 一直以来其实是那时候 Ron 也有刚才讲说 ，Marvel 一开始是秒掉的，那是因为 DC 他们的创意其实是比较强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愿意吸收日本的画家、日本的编剧、加拿大编剧、加拿大画家，然后最早引进英国编剧艾伦·摩尔那些的也是 DC， 所以他们有各种国家的观点在里面，所以他们那时候还有假设超级英雄介入政治、介入那个社区文化，还有说黑道文化说如果黑道里面有那种超能力保镖的话，那我们黑道文化会起什么反应什么，就是它简直就像是 X 档案一样，就是。把那些科幻的东西跟我们现实生活做结合，好像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处在这种超能力的环境里面。那他，然后可是后来重开机，华纳高层介入那个重开机，你也知道他们就是编剧设定好的故事已经想好，可是被重开机之后就被干涉，临时要转方向，他们很不舒服，所以全部都离开到 Marvel 去了。所以 Marvel 这时候就有出一本，就是有一些观点，就是比方说模特的观点看那个。Marvel 世界观的东西，就是用八卦角度，然后还有用记者的角度来看 Marvel 的角色的那种漫画，对，那就是 Marvels， 就简单叫 Marvels。用一般人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文化的东西？那 X-Force 就是科学小飞侠迷嘛，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小飞侠迷。他在自己参与的 Marvels 和那个 DC 的 Kingdom Come 里面有加一些日本元素的那种武装英雄在。那关于日本的日本其实它有个特殊文化，就是说它从没有共同世界观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日本的资源他们是稍微输了美国，可是他们比的就是创意，所以他们在装甲服上，Ron就说有些装甲服很漂亮，就是比这些。那日本的创意那个时候是70年代到90年代最受美国欢迎。那70年代到为什么呢？它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日本刚开始有一个他们是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不再是引进美国或参考美国，就是开始属于自己的东西。那自己的东西那时候就是七龙珠和美少女战士，所以美少女战士和七龙珠为什么一直到美国都还是很红，或者是有二次创作，就是因为他们这已经是日本的原创的第一步了。假面骑士也跟 Spider-Man 在一起。我只有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呢，这种特色的鞋子呢不是很进步，它的脚印好痛。然后再来呢，看日本把它改装了，这个呢是让 Stanley 也非常机智，他们说 Stanley 不讨厌这一只嘛哈，刘胖狗，这个本来是个狮身的面相，它会变成一个巨型的机器人。你看什么东西到日本去就要巨大化，蜘蛛人也要开巨大机器人，它这个又钝啊又健。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机器人啊，那我觉得概念是真的是所谓的叫做这个日本跟美国的 crossover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再来看刘胖狗，他有剑有盾，然后呢怪怪的呢也不是像美国那些怪，是日式的怪的，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把 Marvel 所谓的这一些 idea 全部颠覆的一个地方。在美国没有这种巨型机器人，有了后来当然他们也有巨型机器人，但这些机器人就是刚才Coco讲，他们是有脑的。他们是有自己的行动，是一些公司做出来这个本来是要卖给军方的机器人，后来拿来做坏事情，反正就是这类的比较多。那日本的巨型机器人很多都是主角在开的。破坏的开始，破坏的开始，全部罪恶的根源。Power Ranger 这个 One Ranger 呢，其实呢，
美国我也要感谢他，就是他真的把这个提拔链甲发扬光大了。二十几年来，他还是提拔链甲，他还是最红最红最红的超级战队的英雄。那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我的年纪也知道，二十几岁的人也知道为什么，他从小看到大，现在连十岁五岁的小朋友也知道他叫提拔链甲，他叫 White Ranger。其实日本是什么时候开始带入这个让小朋友能认识以前的战队的这一项 idea 呢？是两年前的啊，波盖讲，他把所有的旧的战队都带回来了啊，或者是什么，他们有时候讲说啊，什么红的战队出来会打，但是没有一个做得比这个成功。虽然他把这个整个系列毁坏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image。这个 RX 呢，我真的不要，你们如果看到这 RX 的 DVD。其实你们自动就把它折一半，先丢到垃圾桶，千千万万不要摆到你的 DVD 机器里面去，也不要在你的那个 media player play。我跟你讲，你的 media player 绝对会 crash， 你的 DVD 机绝对会坏掉，千千万万不能看，看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第二，这个 RX 一口，如果大家没有研究的话，真蛮有趣的。这个 RX 当时东映啊，没有把这件衣服寄到美国去。这个衣服是全部在美国重新做的，重新刻重新做，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做的，叫 Global Effect。那所以呢，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奇特或怎么样的故事。而且其实我看这个照片，这个电影差不多是在1990年中的时候的电影。这个算是我觉得算是不要讲美国了，连日本啊比较早期有所谓的战队跟假面骑士合在一个电影的这个节目。因为非常有趣，但是他们正式毁坏的开始。这个你看，哇，不错吧？你刚才讲大战忍者龟，这一种组合也有，这个就是只有美国才有的组合。像刚刚 Popo 讲的，可以大杂烩世界观。你看看忍者龟啊，也是有好多不同颜色，只是它多了一个紫色啊，这边的。所以其实这个粉红色龙呢，我认识了啊，好朋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电影，非常非常激烈，我看了觉得真的非常有点可怕。这个也不要摆到你们的 DVD 里面去，真的我不太推荐啊。但是如果你们想看忍者龟怎么跟他合作，也 OK 啦。第一个，哎，哦，拉万，你看看印度人家也开始在做这个英雄出来了啊。这个，你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英雄，哎。好，接下来，这也是印度英雄，你看多棒，可以穿这种像印度咖喱的衣服，但是呢，他是印度英雄，没关系，这边他加强了，这几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想说，我叫 Internet 打 India Hero， 就出来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要反向有吗？印度英雄，这种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这些节目的人吗？这个电影呢，这个电影，这个很多人看过，他们还有那个什么像钢铁人一样会分身，然后变成球的那怪怪的。那好畸形哦！那这个是印度英雄。接下来还有，哎，泰国。其实泰国呢是在亚洲，我觉得除了日本以外，啊，当然还有别的，我还要探讨另外一个地方，有他们自己英雄的地方。他们真的有在努力，他们甚至号称《无路中龙》是他们设计的，不是原本的东西。这个就有点无奈。但是呢，最近他们就说，这个泰国这边是号称。超人力霸王是他们的嘛，不是远古的，所以这个我也是基本上有点不是很开心。但是呢，他们有在努力做他们自己的英雄，叫什么 Zero， 还有很多这样。他们有妹哦，这里面还有两个妹，我有找那个照片来不及摆上去。所以泰国也有英雄。好，接下来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讲呢？也是印度的英雄嘛。所以印度呢，被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宝莱坞，所以呢，他们看了美国的英雄这么红了以后呢，他们自己要发展一些英雄。不要每次都看老外的英雄嘛，所以他们就做了他们这些不同的这个 collage。那当然，泰国还有更多英雄，我摆不进来了，因为再摆下去再讲下去，这个又是另外一堂课。好，这个呢也是 Murphy Man 是泰国的英雄，这个衣服做得很漂亮啊。那个这个没话讲。所以呢，有没有国际英雄？非常多。好，最糟糕的是他讲说什么欧洲的英雄很有艺术感，这个没有啊。这个是法国的，他们叫什么呢 ？France Five， 法国五号，法国有哦。你看看穿的衣服就真的很简陋，这个手套跟衣服是连衣
套的。这个头盔呢，一点美感都没有，好像就是一样的头盔，涂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而已。所以呢，你刚才说欧洲的英雄没有没有，欧洲的英雄，这个怪怪，你如何解释？你看那些时尚秀，欧洲的英雄本来就是怪怪的。但是我要讲一点，就是法国有